我看得头很晕。好，OK，没错，就是五倍券。然后就我会发现，上一次不是也有那个几倍券发酵过嘛？所以这一次有很多的业者就是在停看听，他认为说这个上次拿来做的议题好像发酵效果不好，所以很多行销的小编、行销的人员就认为说，那这一次就不要用这个议题。我觉得这个思维是可以再修正一下。不是不可以，可能是你想的方向让人家没有兴奋感，跟想去点阅你，所以你想的文案要去重整，好，去重新思考这些东西。那议题发酵的当然是要跟着议题走，大家才会吸睛。好，因为像寒暄，我就要拿给你们做的实做的这个寒暄，高雄寒暄国际饭店来讲。他们里面有一个行销人员，他是一个，他们总经理跟我讲说，他的行销人员希望我们帮他刺激，然后说这要突破，要有点时间哈。然后因为我不是他，现在不是他们的顾问，所以我没办法去直接针对他来纠正哈。但是他跟我讲的事情是说，他们的小编，他们行销人员有点保守，关于五倍券。直接在群就讲说，哎，他们就效益不好，怎样怎样。那我就觉得说，那请问大家每个饭店、每个产业都在发五倍券的时候，难道你要发什么？你还在发人跟人的连结吗？那时间点已经错了啊。那最新的议题又有什么？疫苗的议题也已经过时了啊。那在行销上面，你在社群平台上面，你怎么去让人家看，就是想去点阅你？我觉得还是一样是在这个区块，只是你所写的点。要让人家哎，如果假设今天说，哎，我来星巴克用五倍券乘以五倍满足你的消费，乘以五倍，那就可以是一个亮点哦。所以你很多的东西，或许你的文案还没想好，可是站在行销端里面，你就有很多的诱因。我先把人吸过来，在网络行销是先把人吸引过来为前提，懂意思吗？好，就是差异性在这边。好。那后续我们慢慢讲，然后我先跟你们讲，就是我这一次会放的三个业者，哈，第一个就是寒暄国际大饭店，然后我先搜寻一下，等一下，我的网络有点慢，在这里，对，好，这个是寒暄国际大饭店，好，一老样。师，那有个画面。哦，我分享了，我忘了分享，太哦，好想了，太说。好了。哎，等一下，我要分享之前，我们先卡图好吗？因为虽然只有25个人上线，但是我还是要先卡图一下。然后我先开一个大家没有转镜头过来的，等一下再转镜头过来。等我一下。快要实体可以上课了，实体上课你们就可以在学校操作完成，比较快。但是如果你要让我留时间让你们操作，等一下也是可以留时间操作。但是我可能怕讲一讲就已经时间已经很晚了，所以你们今天还是务必要完成我说的事情，这样子哦。好，麻烦镜头转过来一下，我先截图一下好吗？我已经开一张没有转镜头的，然后现在是转镜头的，不然只会呈现你们挂网。玉林，你没有上班吗？怡珍、小迪、婉竹、佳佳、秀如，事发麻烦转过来。好，我要卡图了，转过来哦。亮云、佳瑜，OK，我要一二，等一下，我先卡截图。猴子没有转来。好的。可以转过去喽，我们截两张就好了。OK，下课之前我会再截图，然后等一下点名会放在 Lumio，因为老师对你们签到对到吧就拖堂，好累哦，而且这是6个班，饶了我。暑假的时候，暑假的时候一班还可以接受，然后现在6个班了，我可能对那个对到吧就被拖堂。好。那寒暄饭店，我们先来讲，我们这个礼拜，哦，我要分享，等下桂香又说我没分享，
有看到了吗，桂香？还没，这样子还没呢？出来。好，有，有哈，好，嗯，那你们第一件事一边做，你们今天一定要完成，做的时候一定要截图，然后贴在你的 Word 档上面，就是今天9月28前面做的，然后一个礼，那就是下次上课前礼拜一，好，礼拜你们是礼拜二的课嘛？那礼拜一你的晚上大概5、6点，好，5点，我们计算5点起，5点到6点到8点这之间都可以去截图，好，这样子，就是我一个礼，6天前 po 文，跟6天后我去看我的数据有没有产生画面，有人加进来吗？啊，我。等一下，我用手机登录，因为我同学加进来，我这边就没办法去。等我一下下，我就可以用手机按他们加入。OK，好，我有看到画面了哈。好，那我现在讲的是这个礼拜的作业，然后第一个，麻烦去搜寻寒暄国际大饭店。好，一家是饭店业，然后等一下会说水产业，好，然后这个是社福单位的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麻烦卡图，那你要卡的图是什么？你要卡数据哦，在卡图的时候要一定要卡数据，然后你们现在看到的，哎呀，好三八哦，怎么跑来我这里？你们卡图的时候呢，一定是要以，因为我加入他的那个管理权限，哈，我要看他的数据，所以你们看到的画面跟我会不一样。麻烦卡什么？寒暄国际大饭店，然后再来是现在有14499人说赞，然后14920人追踪，然后目前打卡这些，这个就叫数据。所以当你现在在做的时候呢，麻烦第一个先卡图。当下9月28，假设9月28的4:04，我看到的寒暄画面，他的人数，我先丢在你们群里好不好？我先丢，哎，等一下，小琴，你要做记录下来，然后贴在班群上面，他们的作业，不然你哦，我们。要，我已经在做记录了。对，不然你们班可能这次会被当光光，那我可能又被列入黑名单。但是我不怕，因为没有交作业，就是没有，就是零分。好，那我就卡完图之后，然后我会指定，好，我都会指定，不是我们没有要做行善大使，我们不是每篇都他们做，我们要让他们看到的数据是今天。有透过你的粉丝，透过你的就是追踪者，愿意帮你分享哦，就是行销人员在饭店业还是不管在任何产业上面，都希望我为什么要经营社群？我经营的话，我就是希望人家帮我做分享。好，那还是我有行销团队的时候，我也希望人家帮我做。但是如果他们办不到的话，那有可能就是这个这一篇，好，我有请夜校的来操作，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58次的分享？这就叫数据，然后你看他们的这个是完全没有操作，只有靠他们自己操作，有4次的分享，所以你就58跟4有没有是一个很大的差异性？差很大吧？那你要想哦，假设58次的分享呢是58个人去帮他做分享，那58个人里面不要多就好了，每一个人都只有200个朋友，那你觉得？是不是很可怕？这个就叫做那个病毒式的渲染，我分享出去再渲染其他的人，就在网络行销里面的病毒式的渲染这样子，好吧？病毒式行销这样子，好。好，那这一次我们所选的主题对，呢？谁在讲话？OK，好。那这个呢，我们他的五倍券，他说不要发酵，那我们就不帮他发酵。然后他们说要发是的，我酵，刚刚用工会的，谁在工会上他面？直接丢给我。
好，我们要发酵这一篇，麻烦你截图。今天你要卡图的时候，麻烦去做一下。老师，那现在很少人在用脸书哎、欸。那什么？嘿、hey, ，对，我知道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因为你们是年轻人。那但是如果我刚刚是不是上课有说，麻烦把你的思维，你现在是一个行销团队的人员，那行销团队的人员他不会用个人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呢？如果今天是你跟丽云老师说我是用个人的话，我不是行销人员的话，我也会觉得说脸书不适合我经营。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行销团队、行销经理、经营人的话，你就必须要透过 FB， 因为现在在台湾，因为我们现在在台湾，如果你在大陆也不是用 FB， 你可能用推那个微圈、微信这些东西，好，所以不一样的角色。那今天我们是在台湾，我们就用台湾的行销工具。台湾来讲，目前第一名还是 FB， 很不好意思，还是 FB， 只是因为你们的角色是大学生。你们的角色是大学生，你们接触到的倒是 IG 跟抖音这些东西，好，比较新潮的东西，跟 D 卡这些东西，对你们来讲的效益才是在这边。那如果是站在你求职上面，你们可以去111人力银行，他们都会说 FB、IG， 然后部落格，他们会落在这个区块，因为它产生的效益，在行销的效益是触及到的是不同，好，触及到的是不同。所以我刚刚第一时间有跟大家讲，请你把你的思维转换成你是一个这学期里面你是这个做行销培训人员精英班，你是在做行销团队里面的事情，你先撇开你是乔光的大三学生这个角色，了解吗？了解吗？可以吗？台湾行销工具来讲，第一个还是 FB， 第二个来讲都那个 IG 跟 LINE 官方账号两个在 PK。但是如果是以看怎么操作啦，如果说你要把会员把所有的消费者慢慢的分流，对我有兴趣，对我的产品有兴趣引流进来的话，你就第二顺位你就要选择是 LINE 官方账号。那你只是说我要越来，我只先要这个半年内我是要很多人认识我的品牌，很多人认识我寒暄，很多人认识我是那个台中惠民的话，不好意思，那你可能要透过 IG。 那如果说那你可能反问老师，老师那我如果不要用透过这两个东西，我要最快速来发酵寒暄也好，乔光也好，惠民也好，还是另外的什么什么店家也好，那可能工具就不是这三个，我可能会推荐你另外一个，就是叫抖音。所以每个目标都会不同，行销所学的是你要去否你的产业别，否你的企业形态落在哪边，好，落在哪边所执行的东西又在哪里。那如果以桂香来讲，他是里长嘛，对不对？里长的话他可能会朝两个东西来做，好，如果是我可能人家说那你可能就是朝那个 FB IG， 对对，就发现这两个。那如果说因为这两个东西它可以快速的渲染说它付出的东西有哪些，它就不适合在赖官方账号，因为它没有要做生意，它把这些所有的里面关在这里没有意义。所以每个工具给你的目的性都不同，所以那相对性的工具有很多很多，短短的这一个学期，老师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工具全部都教完给你们，让你去做实际的体验，那是不可能，除非你们愿意每天上线来让我把你们超时这样子。但是我相信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还有其他的课，还有什么什么这些，那我就每一样事情做到专精。那刚刚那个帅哥同学讲的没有错，是不是？哎，你们会觉得 FB 是没有人在使用的，但是你要不要去认真去了解一下，那为什么它还是第一名？因为 FB 的各个惯性，它可以分社团式的、公开式的，然后它可以分粉丝专业，再来它不断的在演变机制。那你们知道 IG 跟 FB 现在是同一家公司吗？他们是被并购的，合在一起是一样的，只是会被分群。 IG 是年轻人， FB 你们定位为老人，好 OK。 那如果站在我是行销人员的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今天你要有成交订单，你有优惠活动的时候，麻烦请在 FB 里面打广告。那为什么？再思考一点，FB 你们都知道，说是比较中年龄以上的层级在这边滑动在看，所以他在滑动的时候，他也会看到很多的优惠活动哦。现在住宿，教师节去住宿折2000，什么什么这些，他可能就是在这边活动看到的讯息，然后他有可能去连接点进去就去购买了。那因为应该说社会人士比较。出来比较久的人进来 FB 的时候，他的经济能力条件一定都还胜过于大学生，这肯定嘛？以量来讲，我们没有说大学生就没有钱，也是有，只是说以数据来说话的话，佛在这一块一定是中年人的经济度会比较活跃，所以为什么行销团队的人会放在 FB 上面这个东西？这样懂意思了吗？懂意思了吗？老师在大概4年前还是5年前教网络行销的时候，我让学生做的功课跟现在做的功课也不一样。那时候我可能在班上就会分5组到8组，然后每一组成立一个粉丝专页，然后每天不断的 po 文，那是在4、5年前必须要学会的东西。可是现在来讲，4、5年后。这个平台一样都存在，可是我教学生所操作的东西会不同。我不是要教你们再继续 po 文，因为你们再去接受 po 文的时候，你们会感受会更强烈，就是说老师这个我写不下去。好，那我会变相的说，我宁愿你们去写匹克邦，但是你们要懂得 FB 的数据跟流量跟差异性。好，这个差异性等到你们下礼拜。一，那下礼拜一你去截图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会有感。如果说你们看不出数据，没有感觉的话，那可以去来跟我约谈的，来跟我约谈，这些东西就是可以看得出数据。所以当有人在说，哎，你懂网络行销吗？那 FB 为什么都经营得不好？你就可以分享你的短短的感受度，懂意思吗？这些就是你们的专业度哦。我不会骗你们，学完之后，你们比外面的一些企业的行销人员，他们的专业度也没有一定会赢过你，没有，因为他们必须要去外面上课，外面上课老师不会讲那么细腻，因为讲完就是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讲公婆不给的啦，讲完就是没啦，所以我直接跟你们讲完。我不要用讲的，我要让你们操作，你们就看到数据会说话，你会看到真实的画面，这样子你就会感受出来，而且你懂得怎么去操作，这样子 OK。好，已经4:10，我们废话不多说。小琴，请截图那个粉，就是我们是以寒暄的这一篇8月25的国民卡这个文案为主，然后必须要做的差异，每次做都要截图，我放贴在那个你的 Word 档上面。第一个方向，直接这样子。这边是不是有分享？第一，直接分享，我分享到粉丝专业好了，因为我是加入他的粉丝专业。假设我分享到，轻旅游是以前学生做的，好，我分享到这边，那我就必须要去 take 侨光科技大学。小心，这个要写上去哦。侨光科技大学观光系第二个 take 是什么？这是高雄，高雄，对，寒暄了，之后我才会跟你们再继续讲解。寒暄，一次讲太多，你们会。不傻傻，那因为我现在是分享在那个粉丝专业，所以它一定是开地球。那你们这边一定要开地球，公开哦，一定要开地球。然后写完之后呢，当然就是我是说这个是标准，一定要。然后上面的文案呢，麻烦自己想。
就是自己想，快拿国民旅游卡，你们可以自己写短短的哈。假设我现在是示范给你们看，那这样子，那我可能就是这样子，快拿国民旅游卡来了，这样子，那你就分享出去。第一个是直接分享 take 嘛，对不对？分享完之后，请下面要留言，在你分享的地方啦，因为我懒得回去。我刚刚是分享在那个，我的青旅游在哪里呀？反正就是在你分享下面那边留言 ，take 两个朋友，快点来好康。好康资讯快点来看的概念，这样子你就随便写，反正你就 take 两个人。好，这是第一个，直接分享，直接 take 这样子。第二个听得清楚哦。第二个里面来讲，麻烦直接复制我牺牲一下贴在我的 FB， 我光测试，我光教学，然后我的 FB 应该乱七八糟了。对，我要做实作给你们看。第一个是直接分享 take， 然后第二个是直接复制他的文案贴上去，但是我会建议，因为他有带那个网址，所以就跑出他的网址。一般我会建议你去下载这张照片，先另存图片，然后你先过来你这边分享的时候，哦，好了，先放在桌面好了，你就直接先去把照片贴上去，然后再贴上去，就不会用到他的网页。桌面在哪里？这样听得懂吗？有没有？它就变成这样子。那如果说，哎，老师，可是我想要直接那个也可以，但是我会建议要看到国民旅游卡才是真正会吸引人，因为你的文案跟吸睛好这样子。然后这边一样，下面要做 take， 侨光科技大学观光系，然后还有那个寒暄国际大饭店两个，然后下面留言也要再 take 两个朋友，就这样子结束。到这边有没有问题？你不要小看，一个是直接分享，一个为什么要复制文字下来的时候，请大家，因为你们整班会很多人，我会建议说加一些文字，随便你加一行文字也可以，好，这样子就是随便加一个天马行空的文字进来说，哦，我也好想有国民旅游卡，类似是这样子，好，类似这样吸引人这样子，然后下面要去 take， 那 take 的概念是为什么要去触及？你要去吸引人来。那触及里面来讲会有分两种，一种是直接你去 take 你的朋友，他看到他可能会引流进来看。另外一个呢，如果站在行销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是寒暄饭店的行销团队，我可能会直接操作，我要每天短直播，我每天直播15分钟就好了，我不用长，我每天直播5分钟。刚刚不是有看到他14000多人吗？你知道他直播的效率是很可怕吗？那直播的过程里面，我要再去 take 其他的人，那是那种病毒式的渲染是更可怕的，跟这个会有差异性。那刚刚叫你们做这两个的时候，麻烦下个礼拜一的时候，你们卡图就能看到数据。会不同呈现出来，那如果数据还是一样的话，就是表示你们没有认真做。然后如果你分享 take 人有回应你回话的话，请务必要上去回应，即使是贴图也好，还是说，哎，你好，赶快去抢购，还是赶快这些等等都好，一定要去做回应。即使今天你们到外面工作，有做到这个经营到这个区块，务必一定记住，这是很多外面的行销小编忽略到的东西，然后很多企业主不会去看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在产生效益的最大关键， OK 吗？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所以找了马小群。哦，我可以整理一下你说的话吗？可以啊。因为你说今天的作业就是要先第一步骤就是要搜寻寒暄国际大饭店的等一下的那个贴文脸书，对，然我后指定要这一篇，接我指定这一篇。是指定8月25的国贴民旅文，游卡那。这一篇，对，然后现在是就是第一个步骤，就是文案自己想，然后再 tag 侨关科技大学工程系，等一然后下，再 tag，文案自己想完之后是第一个是直接分享，然后再贴文案嘛，然后 take 侨关科技跟高雄寒暄嘛，对。然后然后第，再，对，然后下面还要去留言，就是 tag 两个朋友，有没有看到这里？有没有 tag？有，好，然类似是后。这样子。或者是第二个文案是，第二个方式是直接复制他的文案，然后下载8月25的图片，然后再写文案，再 tag 侨关科技大学跟那个寒暄国际饭店，再 tag 两个朋友，对吗？对，一个是然直接后分享，是，一个是。整理自己贴上去，然后做的文案自己调整修正。那截图的话是。要直接截你我，做分享的也截图，然后你直接贴的也截图，然后要看到这是可能是那个小琴，好，你的画面的好截图，好，还是如果你有经营哪一个社群的频道，也可以贴在那里，可是让我知道是谁这样子，那一定要开地球。一定要开地球，对，好，因为在做行销，一定要开地球，你不是偷好偷像摸就摸的是，事情。反正就是要。所有步骤做完，然后再去截图嘛。对，然后贴在 Word 档上面，下礼拜做对比，再贴一次的时候，那一份就是报告。哦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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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完之后，还有第二家，不好意思哈，第二家叫做。第二家，我在找他的影片，我下次贴在班群。他们用超跑在送水产，我都快晕了，太有钱了吧！春景，哎呀，春景水产。这个才是，这个你会发现它是很强烈的，就是购物的一个买卖的东西。那刚刚的寒暄，它是饭店，虽然它也是希望人家去入住它，可是两个的一个是有带有一个品牌很隆重的意味在做行销，那这个就是它的品牌加上它的产品，你会觉得这两个其实不大一样的东西哈。OK，那操作模式。小心，操作模式跟刚刚的一模一样，只是我指定的这个指定的那一篇是。等一下，我看一下。以后你们有机会帮人家操作，你也是用指定的一篇，他就会说：“哦，真的有做没做差很多。”懂意思吗？我怎么找不到那一篇？要这一篇，9月23这一篇，小琴是这一篇哦。9月26，亲爱的客户用户号外这一篇，好，哎，不是冷知识啊。等一下，哎呀，过了，回来这一篇，OK 吗？我先截图给你们，班群。我会指定不同篇，那你们一定要卡图，因为你每个同学做的时间点不同。好，你用手机卡会卡到下面的数字会比较好一点。你会卡到这个，好，我卡图的时候，我截图我要操作的时候，
甚至你抄第一次分享完之后就马上截图就知道。好，可是我看到它原始的，现在就是你要做之前，它现在有49个、44次的分享，是你要做的时候，它的数据在这边，这叫数据，懂吗？它的数据在这边，那操作模式一样，这样有没有问题？跟刚刚一样啊，就是第一个是直接分享嘛，对不对？直接分享。小琴有问题吗？是要截它的数据吗？对，就是因为你要做分享的时候，小琴你可能是等一下5:20就做，那有可能它是52个分留言，然后第48次的分享，有可能是这样子。那你就是卡出小琴，我个人要做的时候，它的画面是呈现在这里。然后你做完之后，你分享完之后，可能你在下礼拜一截图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变成144次的分享，这些都是数据，这有可能在这个礼拜所发酵的东西，懂意思吗？好。好，对，因为你看像这个就完全没有触及到，只有没有一次分享，这东西就是会有问题。那有问题很多，之后再带你们看数据为什么会有问题，好，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先讨论今天的作业，下礼拜再来做进一步来检视，这样子 OK 吗？你们操作完之后我们再来看会更好。那现在讲的时候你们会听到断片觉得好难哦，你们只会落在这个点而已，那我们先不听这些东西，好，我们就先不看，我们就先以单纯的作业先去做，执行完一个礼拜发酵时间完之后再来看东西，我们再来做检视的动作，可以吗？小琴有没有问题？好OK， 好，没有。好，那第三个就不是商业模式了，第三个的话也又会偏离到不一样的东西。哎，等一下，这是在 FB 上面来讲的，然后之后第二个动作一样，麻烦下载图片，以刚刚那个寒暄来讲就是国民旅游卡这一张，那春景水产的话就是把它下载1560那一张。小琴，这是第二个作业哦，第二个在 IG 上面一样，就是你在动态上面放这两张照片，各自放两张一样 take 乔光科技大学还有对方企业名称，然后再标注两个朋友，然后卡图，因为动态是24小时，你们再去卡图快结束的时候，你所刺激到的人来观看有谁，那你在这些名称里面你会发现，老师我好像 take 了乔光科技大学跟 take 了那个谁春景还是说惠敏还是什么，跑出来的人是不同的，你会自己会看数据，你们之后去做对比，这样子 OK 吗？小琴这里有没有问题？这个就简单了，在 IG 上面的操作跟 FB 不一样，是两老师 FB 也要，然后 IG 也要啊？对，因为一个是年轻的世代不同，他所刺激到的群众也会不同，但是 FB 可能你要写文案。要去很强烈的做一些互动，人才会跑出来。那 IG 我可能只去做 take 的对方的，就是把图片 po 在 IG 就好了吗？对，然后去 take 就好了。那 take 的话，你不会，小琴会教你，就是标注人这样子，就不用写什么东西。我们先不写其他东西，我们就以单纯以这方面来操作一次。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哈喽小琴可以吗？等一下，我还在整理当中，你可以继续讲。好，
我继续讲的话，第三个的话就是要麻烦各位，因为我们既然要做到网络行销，除了商业模式，我们不要带有商业模式的话，就是在惠民盲校这里。那惠民盲校的话，不是正在这里，是在这边。惠民盲校是这个哦。那你 IG 上面找一 IG 也是一样，就贴他们的照片，然后照片我会指定是哪个照片。照片不是去下载他们的照片，照片你可能就是，等一下哦，这已经过了。惠民盲校，我是指定这一篇9月18这一篇，但是你在做的时候，我们只要惠民盲校，我可能请你们做的就我们跟前两个做不大一样的东西，可以吗？我们来操作另外不同的方式，哈，直接请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分享加留言，那你只能在下面留言，请。大家支持这些孩子，这四个孩子要去参加比赛，他们10月的时候要去台北那个表演，然后我们能为他做的事情就是帮他分享，让他去按到更多的赞，这样子，OK 吗？等我一下，我接一下电话。喂，你好。不好意思，我在上课。不是，OK。我们第一个直接就是分享，好，那分享的时候，我们不用再卡图，我们只要分享的时候，take 侨光科技大学观光系跟惠民盲校这样子。小琴这个分享就是就没有像前面那两个那么的两次这样子，我是第一个直接分享加 take，然后回到惠民盲校的。网站好，他的这一篇文章下面里面去做留言，好，请大家来喂，请大家来喂黄奕姐，好，请大家来喂黄奕姐，然后按赞，好，加留言，你就看这个操作，就直接把它丢进去，好，这样子，懂意思吗？懂意思它吗？是哪一篇的贴文？9月18，但是哦，分享九的时月候，十八。分享的时候，请把这两行字 delete 掉，因为是他们惠民盲校在发的时候，他们是中秋过后再发的，所以你们把9月18中秋节连假快乐这些 delete 掉，因为我们是事后帮他去做发酵，所以你做分享的时候，这话就是要去修正，懂吗？有没有问题？然后在 IG 上面呢，不好意思，IG 上面自己去卡图，一样做这个动作。但是卡图的时候呢，就是在 YouTube 上面。这个，你可能就直接按暂停，然后你可能就直接卡图。那卡图的时候，一定要把人家的那个什么单位名称有没有？就卡图这样子，然后在 IG 上面标记惠民盲校跟侨光科技大学观光系，然后请为孩子加油。好，YouTube 的网址丢上去，大家分享网址来按赞，OK 吗？这是做社服的事情，做社服的部分可能跟商业模式会不大一样，这样子，可是。有些东西是很类似的，好，我只能说它很类似的，OK 吗？小琴听得懂哈？小琴，应该听得懂吧？你可以整理好给我，然后我再帮你看。我是写在笔记本上面。没关系，你弄好再贴上来，这样子。然后，哦，好。惠民盲校还有一点，就是在他的 YouTube 上面，麻烦。你去留言，
好，乔，我这里好像有乔光科技大学做，有没有？这里老师早上试做的，好，早上另外一班试做的，好，为孩子鼓掌啊，还是你要写什么东西？有没有？乔光科技大学，然后惠民盲校，然后就留言，然后一样卡图给老师，卡图卡这个要卡到你写的字哦，懂吗？要卡到李绿云所写的字哦，不是卡到我，是卡到你们的哦，就这样子，然后贴在你们的 Word 档以上。如果真正是在行销公司每天做的事情，可能比这个复杂更多一点点，但是就是这么的细腻的东西，好，就是细腻的东西。那每个平台上面的操作方式都是不一样，好 ，IG 有 IG 的操作方式，然后 LINE 有 LINE 的操作方式 ，FB 有社团公开不公开的操作方式。但是现在我们做的都是以公开方式为操作前提，除非我们是为就是卖秘密的东西才会做封闭式的。OK， 各位同学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哦，那个惠民盲校的那个 IG 是也是截图 YouTube 吗？对，截图 YouTube 的照片 take， 然后带网址，带这个 YouTube 的网址给他。那你在分享的时候，人家就会去点他的影片来看，懂意思吗？你要去做连结哦。如果你们充满了对网络行销、行销人员充满了幻想，这份热爱的工作，有可能这四个月之后，你们有可能打退堂鼓，但是也有可能发现它微妙的、美妙的地方，会不同，每个人思维不同，我只能这么说 ，OK 吗？这个就是盲生啊，他们眼睛真的都看不到。不是当中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等一下，老师，你们辛苦了。Okay， 好，让你们看一下这样子 ，OK 吗？有没有问题？哎，其他人是昏睡昏倒了吗？猫在钢琴上昏倒了吗？喂，回神啊！我们班还是只有23个人，小琴，你跟同学讲大家是怎样，还在放假吗？这样太夸张了哦。哦，我每个都标注了。标注什么？标注同学啊？标注大家给我来上课。好 ，OK， 很好。等我一下。你们班都在这里。好，我现在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下课了。麻烦开一下 Lumi 哦。如果挂线的人就会被发现。行销你们班是，我看一下是43个人的吗？还是41个人？哎，你们是，哎，不是这一班。1+1，好，对。有开 Lumio 了吗？开了。好，我要点名，我要限 GPS 点名，然后我限一分钟，够吧？开始。线上点名，如果只是为了让老师知道你在 Google Meet， 然后开个网，然后签到就走了，你就死定了。OK， 签好了。好，哎，你们现在看得到我的画面吗？我先关掉了哈。看不到。好，简真签到，亮云签到，怡真是为什么是三角形啊？怡真是怎么了？请假吗？哦，没有，怡真还没有来。然后事发，伟哲，
林陈汉幼林池幼林以上这些人哦，啊不是挂二十四个人，啊、越夸张。好，十三个人挂23个同学线上，然后现在目前只有13个人签到，太好笑了吧？已经结束。老师有我的吗？没有。没有吗？真的没有吗？什么名字？廖正贤。廖正贤没有。谢谢。好，我再开一分钟了啦，我怕有人没上来，没那么残忍，但是你别那么混。老师有我吗？嗯。桂香，你有点了吗？我没看到你。有啊，老师，我有上去点嘞、欸。等一下，我看一下有签到。我有按签到啊，啊，他说签到成功啊，没有吗？看一下你的桂香有，有哈，对，有我的吗？什么名字啊？小婷，有，家里也有，正贤也有，而目前只有15个人而已，其他人没有。其他人是怎么了？有没有很好笑？你看，都知道抓住老师的那个疑问，跟上次的操作模式一样，是不是签到完名就可以走了？然后就老师就不会发现，然后殊不知老师改了策略，对不对？对，然后就死掉了。然后就老师我有去啊，没有，你没有听到结束啊？我们上到4点多，你还不知道哪里昏睡。好，真的只有15个人出现，还有48秒还有机会，那如果放弃就自动放弃。好，我再卡最后一次的图，我们就可以离开了，好不好？就是跟同学不要太混，然后作业的话一定要今天或是最慢明天一定要完成，不然你的数据会做不出来，你的效益会做不出来。网络行销一般都会有时间的发酵问题，所以一定要有时间性。然后为什么因为我们时间不能抓很长，因为我还有其他的进度要赶，所以我会要求你们今天一定要完成。有人问我怎么签到了，他说我不知道。真的吗？我也想跟他这么说。你小琴，你要不要在班上讲一下？卢米欧，好，等一下哦。好，看一下，如果我关掉，他就来不及了。欸、这样子开对同学代表15个，然后我只再开一次，最后一次哦。讲好了吗？讲好了，我要发布了。等我一下。可以了吗？等我一下。哦，我发布好了。好，那我按开始了。我这一次按开始了，然后放弃就不管了。OK， 那我们今天的课到这边好吗？好，有问题都是可以在上面问我。OK， 桂香，我们要下课喽。拜拜，拜拜拜拜拜。老师，你不是要拍吗？我截完了、啊，放在群。哦，这么快啊？对，佳佳，你有签到吗？佳佳，你有签到吗？老师，你说我？对啊，有啊，我签到。你的名字叫佳佳吗？嘉玲。嘉玲，嘉，嗯，池池，哎，等一下，嘉玲。吴嘉玲。嘉玲，我看一下哦。有 ，OK， 没事。有哈，好，好，拜拜，拜拜。老师，我签到，有收到吗？你是谁？我是杨秀鲁。他那个好像有选。那还是你二期还跟张基之前有开了？张基有。那你到时候好，老师谢谢。好，拜拜。记得报告拜拜。报告诉我。好，好，拜。好好好，不忙。